三 I Atlas 的目标是木星吗？难道三 I Atlas 打算将技术装置作为木星的人造卫星释放？朋友们，又有新情况。先看图，这是十一月九日的观测影像，透过两台望远镜拍摄，共拍摄五次，曝光每次三分钟。朝向太阳的方向是左下角，镜头里突然捕捉到百万公里级的直线喷流，从星际天体中射出，既朝向太阳，又背向太阳。 像极了某种可控推进系统的尾焰，这不是科幻电影的特效，而是二零二五年人类第三颗星际访客三 I Atlas 的真实影像。就在几天前，NASA 在记者会上坚称它只是颗自然彗星，但阿维勒布教授在博客里写下的那句话，正随着新数据的涌现愈发刺耳。没有什么比显而易见的事实更具欺骗性。今天，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颠覆认知的问题。 这颗时速二十点九万公里的星际来客，目标真的是木星吗？它是否带着外星文明的技术装置，正准备在木星轨道安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清它身上六个重大异常且无法简单解释的特征。异常一：1, 轨道与木星希尔半径精准重合。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三 A Atlas 与木星的最近距离经 JPL。 Horizons 系统整合两百三十个天文台数据，测算为五十三点四四五正负零点零六百万公里，而当天木星的希尔半径引力控制范围边界，经公式计算恰好是五十三点五零二百万公里，两者在误差范围内完全重合，这太巧合了吧？更关键的是，勒布团队计算显示，星际天体随机闯入太阳系并精准切入木星引力边界的概率仅百分之零点零零五。 相当于连续两次击中百米外的硬币靶心。异常二，过近日点时的精准轨道修正。十月底过近日点期间，三 I Atlas 出现零点零零三米每秒的平方的非重力加速度，恰好将木星汇合距离修正了零点一百万公里，不多不少，刚好踩在希尔半径边缘。NASA 将其归为彗星喷气效应，但康奈尔大学二零二五年十月的研究显示。 自然彗星的喷气推力方向偏差通常超过十五度，根本无法实现如此毫米级的轨道校准。乐布在《每日经济新闻》采访中直言，这就像在暴风雨中用火柴调整航向，只能是主动控制的结果。异常三：低水分与高镍氰化物的矛盾组合。南非 m a c a 射电望远镜十一月十二日探测到羟基自由基 OH 信号，被当作含水彗星证据。 但韦伯望远镜的光谱分析显示，其气体与流中水分仅占百分之四，远低于太阳系彗星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平均水平。反而二氧化碳占比高达百分之六十一。更反常的是，镍蒸气含量比铁高出三倍，氰化物浓度达到已知彗星的十七倍。勒布指出，冰升华永远无法解释这种金属富集特征，这更像高温燃烧产生的技术残渣。 异常四独一无二的双向超级直喷流。十月二十九日后，日本、欧洲业余天文学家拍到双向喷流，朝向太阳的反尾长达一百万公里，背向太阳的流速延伸至三百万公里，且在全程保持小于零点五度的准直度。这与数千颗已知彗星的弥散彗尾截然不同。Hires 相机还拍到其前方沿运动方向有五百公里长的发光护盾结构，发光护盾。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清障的意思。大家想一想，三 I Atlas 以每秒六十公里的速度穿越太阳系，这一路得多少微陨石？微陨石撞击能量堪比 T N T 炸药。勒布团队推测，这种结构兼具主动防御与矢量推进功能，完美匹配星际航行需求。这里不得不服勒布教授的脑洞。异常五与 Wall、wow、信号方向的神秘关联。 三 I Atlas 的星际入射路径来自人马座方向，与1977年 UVO 信号的来源方向夹角仅九度。这个持续72秒的窄带无线电信号，其强度、频率稳定性均符合人工信号特征，至今无自然解释。勒布在博客中强调，在银河系十万光年的尺度下，这种方向关联性绝非偶然，暗示两者可能源自同一文明区域。顺便提一句。 关于 Wow 信号，昨天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奥兹玛计划到底发现了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异常六过近日点时的观测盲区巧合，三 I Atlas 在十月三十日过近日点时，恰好隐藏于太阳后方四十八小时，地球级近地观测设备完全丢失其影像。勒布指出，这段时间是进行反向太阳奥伯特机动的最佳窗口。 利用太阳引力加速的同时，可秘密释放子装置，且不会被地球望远镜捕捉。更耐人寻味的是，业余天文学家在盲区结束后拍到的喷流强度较此前骤增三倍，与装置分离后的推进剂泄放特征完全吻合。当我们把这六个异常串联起来，勒布的核心论证便清晰地浮现出来：三 I Atlas 是伪装成彗星的星际探测器。 其唯一目标就是在木星轨道部署人造卫星。首先，木星是太阳系中最理想的星际哨站，在其希尔半径边缘的 L1、L2 拉格朗日点，引力与太阳潮汐力平衡，形成了天然停泊港，无需持续进行轨道修正即可长期驻留。乐布的计算显示，从三 I Atlas 释放子装置，仅需4.8公里每秒的速度增量。 这一推力在人类洲际导弹的技术范围内，对于星际文明而言更不在话下。而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的汇合时机，正是木星与拉格朗日点相对位置最佳的时刻。其次，所有技术异常都指向木星任务适配性。双向喷流可在接近木星时实现精准制动。高镍氰化物成分符合耐高温推进剂特征。 甚至连过近日点的隐身都是为了服务于任务保密，避免在关键部署阶段被人类观测。NASA 或许也默认了这种可能性，否则不会紧急调整朱诺号的轨道，使其在会合时开启五十赫兹至四十兆赫兹的无线电监听。这个频段正是人类深空探测器常用的通信窗口。最关键的是概率叠加所带来的说服力，单个异常存在自然解释的可能。 但六个独立异常同时出现的概率仅为一点二乘十的负十四次方，相当于在太平洋中找到特定一滴水。勒布在反驳牛津大学质疑时反问：科学的本质是尊重数据，而非固守常识。当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反常结论，我们是否还该用巧合自欺欺人？十二月十九日，三爱 Atlas 将抵达距地球二点七亿公里的最近点。 哈勃与韦伯望远镜将联手进行光谱解剖。若探测到大于一公里每秒的喷流粒子速度，远超自然彗尾四百米每秒上限，自然彗星的结论将彻底崩塌。朋友们注意了，如果十二月十九日测的喷流粒子速度超过四百米每秒，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而朱诺号的天线已指向二零二六年三月的相遇空域，人类或许将首次见证外星技术装置的入轨仪式。 不妨大胆设想，这颗诞生于七十亿年前的星际探测器，可能是某个古老文明的银河探针。木星的稳定轨道、强大引力与,与丰富能源，如极光发电，使其成为理想的星际中继站。而那些喷流、轨道与信号的巧合，或许是文明间的自我介绍，一种跨越十亿年航行的沉默问候。 当朱诺号的天线捕捉到异常信号时，我们面对的将不仅是木星轨道上的新卫星，更是人类文明在宇宙坐标系中的重新定位。我们从未孤独，但星际邻居的到访是祝福还是审视？答案或许就藏在三 I Atlas 的下一次喷流中。